这个包括先天化就注定。如果你的后天卦，哦，这个是三天大出卦，遇到这个的时候，一定会修辞呢，官位，不当官了，老子不干了，哦，哦，专心从商，哦，一心一意要去做生意，得主业，哦，祖上的业会有。但是守成不易，好，就要守成。男人呢，逢到三天大出卦就要注意一点了，好，不犯桃花，好，不要犯桃花，好，果必成。有的人犯桃花没有关系，所以这个卦不能，好。那后天卦逢到器官从伤了以后呢，好。财路呢也是，哦，富足一生，哦，所以这个卦都是有钱，哦。那你有一天，你的流年刚好，老师我38岁刚好是逢三天大畜卦，哦，那你就是个官人平难做，哦，这叫做遥望国土啊，遥望国土，思故乡。身在异乡，哦，为异客。如果你刚好考大学那年，你家住在台北，刚好那年三天大出，一考屏东农专，哦，就很远了。好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你要放大缩小哈，但是院中有这个里面有路马。财路兴旺，路逢了马是最大的路了，好，滚滚而来，我们叫路马交驰，好，这个滚滚而来，好，财路都文书字，有文书来了，记得啊，这是天机道，文书字的时候必度势而进，好，不要猛，不要。躁进，绝对不可躁进，要度看局势而进，不能退，好，要往前进，不可犯灾而行。明知道非常太危险了，还往前跑，好，官人逢之，好。当官的人逢到三天大出卦的话，贪禄休官，哦，官运会停下来，就是因为贪禄，哦。三雷一卦。先天卦你逢到这个的时候，好，生则从父啊，好，母有兄，好，也就是说，可以说父母不全，哦，父母不全，那妻有一子，妾二子。少寿，哦，丰禄，才艺高，这人呢都是多才多艺的，哦，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分封，才艺从才艺方面的，一生从事呢，正官带，哦，一直都是贪官去，求官得官，啊，得复印。爸爸在脾印，啊，应该叫做脾印的。爸爸在
哦，爸爸的前面爸爸的官照顾到你，就好像层层照顾层女儿一样。好，哥哥爸是六亲呢，兄弟齐心，好，相互呼应。好，官发，当官的人，官发长房，大儿子去当官，其他的各房呢，于发禄，其他的发在商上面、生意上面啊，不发官。这个八字呢，尤其呢，好出盖头，丁人，啊，这都是天机道啊，名字都有啊，啊，日明明德，啊，到时候呢，所以宝盖头很多嘛。后天卦呢？后天卦，如果你逢到三点一，啊，得众望，众人归望，然后还要受天子禄命。现在就很多人受天子禄命啊，后来中南北只要有钱人，通通是受禄。然后我把天机道改掉了哈，民选级以前是推举出来的，地方官推举乡绅出来的哈。那现在来说的话，就是民选官，你不要去当官。后天卦如果三连一，不要当官，做民选官，你做的比正官带还来的大。好，民选级，不但民选，你民选官出来的话，不但级，而且平步青云呢，进天子册。好，我们现在国家一定很多这种人的流年哈，位列三台。好，好，位列三台，这是后天卦。那如果你流年卦，你那年刚好逢到三连一，老师我27岁三连一，好，父吉，母凶，妈妈有灾难，那事业上面呢，此年逢贵，这年得到贵人的提升，好，上青云，一路平步青云往上，跟对人往上，啊，跟对人一路往上升，啊。求财平安呢，好，求官大利，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一个三类一个小流年，跟批终身的不一样，好像我们前面都是批终身的。好，婚事必成，好，逢婚事流年卦正好三类一定会有成果。好，为什么相爱啊，不管你信什么什么宗教了，就是结婚的时候到法院的时候都是公证，都站在案前面，好，案就是公证公开，好，所以婚事一定会大吉，好，三连一卦。